没错。上次有走很远吗？那边来去对，不夜城吗？哎，前面那边而已哦。对啊，难得世上会来想吃的地方哦，因为咱们这么挑，为什么？因为它有最便宜的吗？平价的。因为上次六个人吃，好像也没超过1000块哦。是，有惊。后来慢慢有。基隆的在地美食吧，阿妹姐对。米粉汤。真笑。那我要换。你要换？有什么换？要换。我要不要有卤肉饭吗？没有。没有。你可以拌有没有？啊，等一下，老板娘的米粉汤来了，然后接汤锅去就变粥了。米粉粥。哎、欸，他没有粥哎、欸。粥。你不加馍哎。这个啊，猪鼻。这里还有一个就是，你点了。接下来你们点都会点哦。没有。干酥了。怎么都油腻腻的。客人交给你们了。那你要吃什么？你要什么？猪头皮。猪头皮。嗯。卤味猪头皮。菜啊，菜啊，好，点完再来看。我当这是一楼的番薯水果，拍一下，这是基隆的冰架美食。嗯，应该宵夜吧？不，它是宵夜啊。好，晚餐。深夜。它这个深夜食堂。这算深夜食堂哦？它开到几点？你都几点来吃？半夜。差不多这个时间啊。哦，钓鱼啊，钓到什么？我先吃完再去钓鱼就对了。那早上还有另外一间叫库拉巴。哦。厉害吧，库拉巴。我发现基隆很多都不夜城，比台北还要。移民多啊。嗯。都爱啊，所以不一样。麻烦，还又是商港。这边刚好又在火车站旁边，这个。甜不辣。就是，等一下我们要去买的干贝。对，这吧。不是吧？这应该是这个酱吧？对。好吃哦。小花笋。南部有这种酱。喝开了。那也可以这个。还有一盘猪肝酥，那个也是我们每次来必吃的。那、啊、就是沾这个的。对啊。他可能睡着了，不然就醉了。没有，他明天还很多事。他明天还要干什么？对啊。是啊。那有活动啊？一。2、3、4、5、6、7道菜，我们是把它吃完了。要猜一下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猜一下，1000？没有，大概850。
八百五，好。来，猜多少？600。600，猜600。1、2、3、4、5、6，那盘就100块。还有这个呢，饭呢，还有那个呢，米粉汤呢，还有水。水是我们自己备的。哦。我要开奖啊！好，开奖。我说八百五啊，600。那是在中间啊。730。730啊，他说600。最接近了，对，最接近了。你卖的比较便宜。对啊，就不过来接啊。是啊，介绍条件。嗯。我今天明天要回家。那么，还好啦。卖光太少了，太少用了，无人客啊。超便宜的，这样吃一吃才700多块。对，看几道菜，2、4、6、7，一趟一道不到100。欸、真的，因为还有这个、啊，所以平均一道不到100。对啊，真夸张。这个是最贵的呗。是吗？一看那盘子。啊，80也是便宜啊。看，我知道它盘子大小算钱。你那个这个软质拉面买不到80的。对啊。还有高丽菜。高丽菜。你要切高丽菜那个、啊？蛋饼啊。哦，明天那个谁会来啊？小贝老师。没有。我明天就靠小贝老师。对啊。小贝老师说，我只有带2人份。好。我们吃饱了，准备要去哪里？准备要去找地方睡。去 check in 了，哦，对不对？对。我们的 check。这么晚哪能 check in？ 有啊，这边到处都蛮有。房间可以check in，我们今晚准备跟老板娘去开个房间。开什么房？你今天想要睡什么房？你怎么睡都是山景房跟海景房而已啊。我还有湖景房。哦，还有湖景房啊。对啊，我要河景房啊。还有那个什么水库啊。水库啊。对。石门水库旁吗？对啊。那你今晚要睡哪里？很感动啊！来讲啊，再讲，再说，乱乱乱再讲啊！你睡在我心里啊，然后呢？对啊，你都那个有3秒断线哎、欸，像那个他们会误会。我常常5秒、10秒断线。是这样吗？是的。哦。好了，我们今天准备要来去花100元过一夜啊。24小时。对啊，24小时18块。既是收费停车场，有厕所，对，最主要是有厕所，然后最主要是人少，车也少了。对，最喜欢这种。我们发现呢，自从这个地方有收费之后，我们还蛮喜欢来的。因为人变少了。对，又可以去搭。因为我不喜欢人多的地方，说真的。哎、欸，我人多是车距的时候喜欢人多啦，但是平常就喜欢人少了，所以建议各位说可以像我们这样子。当你开始会车泊的时候，就可以开始，像可以独处啦，或者是3、5好友这样子约着出去。你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吗？因为越少人，你的品质会玩得越好。因为不是每一个地方都很大，也不是每一个地方都可以容纳那么多台车，不是每个地方都可以落地。对的，真的是不夜城啊。忙什么？有一点忙。对啊。老板娘说她最近有一点忙。因为最近那个连续假期有点长，所以大家都要赶着拿东西要出门出去玩。然后我发现一件事。什么事？就是很多都第一次，然后都会乱买。哦。哎。所以这个时候，买错最贵。对啊。真的不要乱买，你第一。不要。都乱买，然后因为拿我这，我都说哦，这个不用买，那个不用买。然后我发现我叫他这边不用买，他也是会在外面乱买。因为很多人第一次车泊的时候都会有所谓的不安全感，你知道吗？对啊。然后他什么东西都要带出门。对，他一定要把所有东西准备足了，他才要出去。然后我会发现说，哇，原来这些都是
很多东西大概会有1/3都会用不到。对啊，为什么会这样？你看我这样讲，我 以大叔为例好了啦。我们第一台车是一台改过的限定露营车，那当我们还没有开始睡外面之前呢，没有，还没有开始睡车上之前呢，我们不是有一台 CRV 吗？对啊。那我们不是把它打平吗？对啊。然后不是说要睡车上吗？对啊。那你不是自己做了纱网吗？对啊。结果后来有去睡吗？没有。对，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这样子。然后呢，我们就改了一台露营车。对对。然后睡一睡之后，又睡了倒回去。我们睡了一年的露营车，就是大家觉得加州号版本的露营车，睡了一年。然后现在为什么要睡这样的？那我现在，哎，我现在是走倒退路是吗？也没有啦，因为我觉得厢型车还是个人觉得这样的玩法是比较符合我个人的需求啦。因为我们刚开始是到顶嘛，嗯，那我是打掉重练，慢慢寻找适合自己。不会啊，像搞不好今年会还承载的也不一定啊，对不对？嗯，那是因为我们有累层的那些经验啊。什么层？累层。什么是累层？就是累积成那个。啊，就累积，就累积累层。啊、累层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哪知？累层，累残啊。累你个头啦，累残。基隆来去睡100块的停车场，100元过一夜了。